哈喽，我是王炯，欢迎收看本期视频啊。智能穿戴设备的发展这几年可以说是从条条大路通罗马啊，走到了现在的一条路上挤破头，而这条路呢自然就是健康管理了。毕竟可以作为一个24小时穿戴的设备，不管是体积、重量还是电池，都限制了它功能的拓展啊。毕竟谁也不想随身带着个砖头在身上，对吧？而在这种有限的体积和屏幕上，最适合的自然就是健康检测啊。现在恰逢双十一啊，我们就简单盘点了一下目前的智能手表类的产品在健康监测这个方面的功能，希望本期视频给需要的小伙伴能提供一些参考。智能穿戴产品非常多啊，这个各种功能所长呢也都不同啊。我们本期的主题呢就是健康监测功能。这次呢我们主要从心率和 ECG、 血氧和睡眠检测、血压、体温以及其他健康功能啊这五大维度来看一看这些产品，方便大家有针对性的去选择。先来看看本期选手啊，华为的 Watch 3 Pro 还有 Watch D 啊，苹果的 Series 8以及 OPPO 的 Watch 3 Pro。 之所以选择这些产品呢，就是根据我们过往做的视频，我们自己亲自都体验过的这些产品啊，我们先筛了一波。当然市面上绝对不只有这些产品啊，大家着重看这期出现的即可，因为我们毕竟体验的比较多。就比如一些小伙伴可能会说，为什么没华米啊？其实我们真的想加，但十月底之前啊，它一直都显示预购，实在是没能赶上这期视频的周期啊，问就是我们真的没买到。 OK， 回到正题啊，先来说一下心率和 ECG。 这可以说是目前穿戴类设备普及最广，大家也最熟知的功能之一了。各家的功能实际体验下来差距并不大啊，都支持24小时的心率自动监测、手动监测、高心率和低心率以及不规则心率提醒，各家也都支持在手机上按照时间来查看监测曲线。可以说心率监测已经是目前智能手表入门级别的健康监测功能了，所以压力就来到了 ECG 啊，心电图功能，这就不是各种手表都有的功能了。相比传统的光电容积脉搏波描记法，也就是通过这个绿光检测的手段啊， ECG 通过每次心跳在皮肤表面引起的很小的电学改变来进行监测，会更加精准一些。同时除了心率之外啊，心电图还可以用来监测其他心脏问题，主要是房颤和早搏，可以提早发现问题，尽早就医。更加精准自然也就意味着技术更加复杂嘛。 ECG 这种涉及到医疗建议的功能，这精准度要求自然就高。要是没问题你告诉我有问题，这其实还好啊，但是如果有问题你告诉我没问题，那这不就耽误事了吗？所以 ECG 就需要通过国家的医疗器械认证之后才可以上肾。虽然现在还不能作为临床的诊断依据，但它确实有医疗参考价值。这几款产品都支持检测啊，但功能不尽相同。 OPPO 除了支持检测、软件解读和导出心电图之外啊，它目前还支持房颤筛查啊，如果提示窦性心率啊，那就是正常没啥毛病的意思。华为这边呢进一步支持早搏检测，虽然苹果也应该支持早搏检测，但是目前国内的版本只支持房颤提醒。本期视频我们还查到了一组数据，截止2022年4月，华为加入心脏健康研究的用户超过400万，那个筛查出高风险人数超过16万，那个房颤筛查准确率达到93.3%啊。除此之外，华为的心电图呢也支持在线医师解读功能，只需要点击获取报告啊，等待数分钟就可以查看专业医生的解读了啊。它还和301院进行合作，加入心脏健康研究计划，可以利用 ECG 的数据预测可能的房颤危险。相比之下呢，这个功能确实更全一些。 OPPO 其实在 Watch 2上啊，它也支持在线解读啊，但是在3 Pro 上这次并没有加入这一功能，稍显遗憾啊，希望后面也能加入啊。除此之外， ECG 除了检测心脏，还可以利用检测的脉搏波传导和光电容积脉搏波推测动脉血管坚硬度，从而推断血管的健康程度。你可以了解一下自己在同龄人内的健康范围，虽然目前是仅供参考吧，但也有助于你了解自己的身体。苹果目前是不支持这一功能的， OPPO 和华为均支持。下一个健康监测功能，血氧和睡眠检测。血氧在我们之前的视频中有个非常详细的介绍，简单来说就是通过检测血管里面的血液吸收的光谱来判断血氧饱和度。那么为什么血氧和睡眠检测在一起聊呢啊？因为睡觉的时候是大多数人容易出现血氧饱和度问题的时候。想问一下大家，知道自己有打呼噜习惯的小伙伴可以扣波一啊。睡觉的时候由于肌肉放松啊，某些人的喉咙就会因为松弛造成上呼吸道阻塞，导致呼吸暂停。据不完全统计，全球每天约有3000人因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去世，而约每5个打呼噜的人中有1个就患有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而这个问题最大的特点就是你自己毫不知情啊，就是很多人都不知道自己有打呼噜的习惯啊。如果没有人看着你，或者说佩戴
戴监测仪，你自己可能很难感知到这一点。先说华为，除了基础的睡眠监测之外，它也支持呼吸检测，并且提供了呼吸质量的评分，可以帮助佩戴者了解自己的睡眠呼吸，同时也可以通过手机智能的检测鼾声和梦话啊。非常有意思的是，我们发现它甚至还有一个收藏夹，自动整理收集你的梦话和鼾声，有机会你可以翻一翻啊。顺便提一下，华为也是最早开始在手表上进行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研究的厂商啊。截止2022年10月底啊，有超过270万用户加入此项研究，累计筛查睡眠呼吸暂停高风险用户2.2万人。OPPO 也增加了鼾声监测，也可以通过声音判断你夜晚是否打鼾，而打鼾的时间如果超过一定时长，那么可能就需要看看医生了。除此之外 ，OPPO 和华为的3 Pro 都支持高原低血氧预警如果要是喜欢户外、喜欢登山的小伙伴，这就是实用的功能。OPPO 在检测到海拔达到一定高度的时候，就会提醒你开启全天血氧检测。华为除了自动检测之外呢，还可以在呼吸健康研究之中单独测试高原反应等级，从而帮助你判断风险等级啊是否需要吸氧之类的。苹果在这方面的功能呢不是特别的全，除了血氧饱和度实时监测之外呢，其他暂时没有。下一个血压，这期出现的产品里面那就没得选了，华为的 Watch D 啊，之前我们也做过非常详细的视频啊，这是一个目标用户非常明确的产品，它是通过微型气泵、气囊等结构实现了血压检测。相比于传统的臂式或者手腕式的电子血压计 ，Watch D 的体积啊，这可以说是秒杀级别的了。更重要的是，它的血压功能也获得了国家医疗器械认证啊，这就意味着检测结果是足够精准的啊，且有参考意义的。华为同时呢也和众多专业机构合作啊，提供了血压健康研究，可以测量血压趋势，并且提供报告，让你更了解自己的身体。如果有高血压病史，那这个功能可以说非常实用。对于三高与肥胖病症的人群啊，也可以起到筛查预防的作用。当然 ，Watch D 并不是唯一一个支持血压监测的手表产品。比如这次我们没能买到的华米最新的 GTR4 啊，就和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合作，使用上了无嗅无创血压检测。这好处就是无需充气啊，不用占用更多的体积，也方便进行实时监测。但是这种无嗅无创的血压检测目前还属于在发展之中吧，数据测量的精准度还没有达到一定标准，目前也尚无公认的无嗅带血压检测专属检验标准，也没有产品通过国家医疗器械认证。但是这项技术出现总归是好的啊，技术总要往前走嘛。我们也希望无嗅无创的血压检测能够早日通过认证，成为智能穿戴设备的标配。下一个维度，体温。小伙伴可能觉得这体温实用性好像不是特别大呀。目前的体温检测手表上可能确实没那么大，但也并非没有啊。比如如果你是一个户外工作者，那么天气炎热的时候，可以辅助判断自己是否有中暑的可能。另一个特别重要的方面就是生理期了啊！当然我知道看咱们视频的小伙伴可能大部分都是男性啊，如果有女性用户可以弹幕扣播一，咱们看看有多少啊。这里呢就给更多的男性小伙伴一点小科普，那女性在来月经的那一天啊，是经期前后一段时间内平均体温最低的一天，而月经期间每天的平均体温一般也要低于其他时间，所以这时候体温就可以很好的帮助女性来判断月经。你要手动检测再记录呢，那就非常麻烦了，手表就要方便得多啊，自动记录还可以实时监测。目前支持体温检测的是苹果和华为的这两款，同时也都支持生理周期的记录和检测啊，更加方便女性小伙伴。 Series 8这次更新的重点功能啊，体温这个功能呢可以说是占未来的啊，因为许多病症比如说肺炎等感染啊，都比较容易出现体温升高的表现，有的时候你自己都并没有太多感知。华为结合体温检测增加了呼吸健康研究，这其实是一整套复合检测啊，利用手表检测咳嗽的声音啊，辅助体温还有呼吸率、血氧、心率等等维度啊，进行系统感染的早期筛查和风险预警。不过既然说了是占未来啊，到目前为止这体温相关的功能啊，在智能穿戴设备上确实比较少，但随着各种检测技术和算法的成熟，应该会在未来成为智能穿戴设备不可或缺的一个检测功能。除了上面这些比较核心的，各个品牌还有许多不同的监测功能，这里我们就不再一一列举了。但是我们要说一个主观认为非常重要的功能，那就是摔倒检测。这个功能主要面向的就是年龄较大的人群，上了年纪自然会导致肌肉协调下降，更容易发生摔倒的风险，而且摔倒之后造成的损害也更大。摔倒检测可以快速通知其他人，方便第一时间得到帮助，是我们认为除了上面这几个核心功能之外最重要的功能之一。在这一点上，本期的这几只手表都支持这一功能啊，值得点赞。除此之外呢，苹果还支持车祸检测功能。在之前的视频中，我们专门做了这个碰碰车、跳楼机和这个过山车，试图还原一下，但是没能出现。它可以实现主动联系、紧急救援。不过希望你我永远用不到这个功能。最后，我们对于各家手表支持的相应功能列举了一个详细表格，你可以暂停查看，看一下自己的需求，方便选购。
简单总结，华为目前在健康方面的功能差不多是最为全面的智能手表品牌了，基本上各种功能都有。如果为家里的父母老人选购的话呢，华为的智能手表呢确实是比较合适的。但如果你是为自己选择的话呢，其实还是那个大的原则，就是什么品牌的手机选择什么品牌的手表。苹果手机这个自然肯定是 Apple Watch 了啊，这个毕竟自己的独立生态嘛，这个系统肯定更加好用。 OPPO 的手表呢在这次的体验过程中呢其实表现也不错啊，就是功能性上呢稍微偏少一些啊，当然它的价格自然也要更低一些，大家可以按需购入啊。不过本期呢我们不仅仅是想帮助那些想选择智能手表这个监测健康功能的小伙伴，我们也想了解一下就是目前的智能穿戴设备在健康方面它到底发展到什么水平了。我们又回看了一下一两年前的产品，可以说有长足的进步啊，比如说体温啊、血压等功能方面都有发展，让我们看到了在这么一个小家伙里边都藏了许多功能。许多厂商呢也都努力在突破枷锁，就比如无创的实时血糖检测。很多小伙伴应该知道扁鹊见蔡桓公的故事啊，如果不知道的可以去搜一下啊。急在凑里的时候最好治啊，提前预防早日干预。所以现在的智能设备啊能够实现的功能还并不多，但技术是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我们需要给予技术时间，让子弹再飞一会儿。OK， 如果觉得这期视频对你产生了一点帮助，可以在下方给我们点个赞，特别感谢。更多任何精彩，大家可以在全网搜索关注小白测评。不管哪天，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